世界竟然又有序，原本平淡无奇，没什么好看的，日复一日都那样，实在没什么了不起。直到某天世界大乱，双胞胎竟凭空出现，哎呀，没有固定形体，却拥有无限的潜力。Oh yeah，有了好好鱼，妙妙天天精彩又刺激。超好妙宇宙，每天不同的形体。超好妙宇宙，想想你最无敌。超好妙宇宙。